小心一点啦，小心一点啦，是很严肃啦，很严重的叮咛是怎样？很严重的叮咛，国小老师在哭啊，就是对不起，就是那个鬼啊，那个灯泡，天生鬼脸，现在拍卖我们的那个纪念品，单身狗脸，发动速攻现金卡，看见刚刚是不是有火灾？什么时候？早上的时候。明天要怪我们婆子了。你看他那个衣服多舒服。哇！我看。我就开始大家都很想选东西开始一路你穿一下好跑了还要不错哦